Hello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恶总老孩。今天刚才有个老乡给我打个电话，说他要装个摄像头，让我赶紧去。他说下午他要走了，所以我们就现在过去给他装一下。带过去给他奶奶装上。哎呦，我儿没钱，什么儿家没有？草根儿，那个草根窝子还是干什么呀？我的哥儿。啊？啥事儿？哎。啊，什么事？那钱俺谁想偷嘞？俺谁想偷啊？哎。买吗？买俺吗？买俺哇。直接就闲着就咋事儿？谁偷房头是吧？就是分庄子楼的房。你又可以看草地，又可以看厨房里，还可以看到你的房里，那个意思当就是。这干哪个操作？这不先生错的干？咱姐姐那个肥料罐，这是卖的那些东西，他们卖的先生错的，咱姐姐那个，人家咋子把它错的噻？现在关掉了这个闸，我们测一下看看里面是不是断电了。如果没断的话，那就很危险。断电了，已经。我唱了不？啊。我得一地，老师每天两个地。把这单下来不？我得。哈哈。你开窗了。我的老师，我一个人在屋里。我招是吧？哎。招我那个招的。想到我了。我说半天，俺就在你头旁边了。你看，你们在这里分哪那玩意儿？那还好玩呢，那玩意儿。对。我家的事儿。七零五多，谁都不差。差多大的盘子，捞个耳盘子嘛。那捞盘子，上去是捞的紧。对啊，嗯，对的行。天天的天色的么，毛天的。嗯，可要得的。还要不要？要啊。不要了，鸡蛋筷子生味儿的。嗯，天色晒得好些。
了，我这个。那王大的，王大的，我是王王的门口哈。我门口有王大的，可以。所有的房子王大的住的，基本上。蛋糕在哟，是蛋糕不？看到的。秦大人，秦大人水包啊，秦大的。看到的，不然小伙子吃的。嗯。他老表伙子吃的，那不是我吃的，是他在我外头呀。他在武汉那吃的了，不然。嗯。还是他吃的。嗯。你看嘛，小伙子能看上水包。真是厉害。哪位？我你们怎么过来？小姐。我掉的嘛，真都嘛那啥，我也上看一个。哎，我有你大叔我是出来。妈妈难不嘛？当的这样的。要不然我骑回去噻。你们那些乱七八糟的不要了。那这样的干吗？没有乱干的。我你要是结婚，你要结婚咋样？要得，要得，可以。嗯。